中央社记者陈俊华台北20日电，耶诞节将至，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吴秉睿今天邀请头前国扫弦乐团到立法院快闪演出，立法院副院长蔡启昌与立委们拿起打击乐器演奏，他也笑说一直偷看吴秉睿，要错一起错。吴秉睿上午邀请新北市新庄区头前国扫弦乐团在立法院中心大楼一楼大厅快闪演出，接连演奏多首歌曲，带来耶诞气氛。民进党籍立委吕孙林、苏巧慧、张宏禄、李俊毅、庄瑞雄等人也都到现场同乐，并拿着打击乐器伴奏。快闪演出结束后，立委们也发送糖果给演出的学童。蔡其昌受访时说，立法院平常肃杀气氛比较重，今天小朋友来演奏感受不太一样，音乐容易感动人心，在耶诞节前夕办这样活动很有意思。蔡其昌说，这辈子第一次拿起乐器，很紧张。他刚才演出时有偷看吴秉睿，我们错就一起错。吴秉睿则称赞小朋友表现很好，带来耶诞节气氛。苏巧慧说，李俊毅本来就会乐器，还请李俊毅现场演出一段。李俊毅说，他唯一会的乐器就是小提琴，但看到小朋友精彩表演，我还是不要表演好了。106万1220。